很仗义，非常仗义，就你喜欢什么嘛，我都送给你。而且他现在其实已经有那个啦，有对象啦，天心，不就王源吗？不是对象，他每天呢给王源发的特别可爱，你知道吗？王源哥哥，我好喜欢你，你跳舞，好喜欢你跳舞啊！再跳一遍，再跳一遍，这俩人对话，你看这俩人对话。好好好，下次去你们家看猫，我刚才在玩游戏呢，没有听。真的很像那个，就是好朋友对话。对啊，你来我家看猫啊，你来我家看猫啊。我家有宠物。女儿第一次会表现出这种对偶像的喜欢，或者是对一个男生的这种崇拜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，小鹿？很可爱。我就觉得他那种小娇羞的感觉是从来没见过，然后有那我觉得挺好的，说明他还不是女汉子，还是有他那种娇羞的一面。那爸爸呢？爸爸通常会想比较多。哎，他将来要是有男朋友了，能让他开心，快走，快去玩去，到国外度假什么的，快去，哪儿好玩去哪儿，记得带上我。那哪好玩啊，要好玩就是不能带爸妈。不行不行，是我的。不行不行，是我的。